这里大慈大悲。哎，拿话筒啊。到这里来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大慈大悲卢洪群台长。我想，没错没错，随便叫，下次叫军红卢都没关系，台长无所谓的。太紧张了。我是43年属羊的。43年属羊的。我想看看我的身体，佛台。43年属羊的是吧？啊，你要当心啊！你主要是个腿啊。腿啊现在越来越不好，还有你这个颈椎脖子啊这里会酸痛，有点还有跟你讲你的眼睛很干呐、眼睛很干的、而且我告诉你掉头发有点我就跟你讲了，还有你这个鼻子这里也不舒服，经常鼻子也会不舒服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我看看啊，其他的还可以，你就是心里啊经常不舒服，你就是心里不舒服，你知道为什么不舒服吗？你就是很多事情看不惯，你就记在心里，你过去不开心的事情你不能忘记，你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一定要忘记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有一个歌不叫忘记他吗？你就把它忘记嘛好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因为你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很活跃，而且年轻的时候很惹人喜欢，你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喜欢你。哎，卢台长，你就老实一点了。老实，我老实的。老实嘛，就不要跳舞了呀。因为你过去，因为我看你这个图腾还会跳舞，就是那种交谊舞啊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听得懂。以后不要跳了。不跳，不跳。卢台长，我想问问看，我这个血压怎么样？血压？哦，血压高。血压高、你血压高、下面上来的不多，上面高上去的很多，你可以高到160、有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所以我讲给你们听啊，台长都看得出来，我讲给你这是160，那是平均值啊，所以你要特别当心啊，上面太高了、你太容易激动了，明白吗？对的，对的。你记住台长的话，就算中六合彩，你都不能很激动。好的。不要念准提神咒啊。好的。我家的佛台怎么样？很好，蛮好。菩萨来过吧？来过。啊。菩萨来过。啊。还有护法神来过呢。啊，好。好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好了，没事了。我想，卢台长，我想再问问一下，38年的属老虎的。你老公啊？左耳不好。他听不见。左耳听不见。有什么办法吧？他左耳听不见，他就不想听你讲话。你整天在他耳朵边，他呱呱呱呱呱呱，他烦死了，所以他把左耳封掉了，跟你开玩笑。实际上他是耳神经出毛病了，没有灵性。没有灵性。你叫他有点散灵，就是叫他少吃点活的海鲜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他每天念小房子，念一张小房子。叫他每天念两张。好了。念两张。好了，下去吧，下去吧。谢谢啊。还有太多人了啊。好。